家好，我是阿龙，今天来种菠菜。那在种菠菜之前，前几天要先松土，松完之后啊，打机回，我是采用拉钩钩。啊，你间距当然是这个间距不要太开，你两边平均种子下去能够吃到肥料为原则就好。啊，这样子的做法是说，中途我就不用再追加肥料，你要追加也可以啦。啊，不然以往我都是直接打下去搅拌。啊，那个啊，因为你天气太热的话，怕种子下去，要发芽之间它可能会伤到。啊，天气冷是不会啦。啊，只是说，万一你要用搅拌的，最好也是停留几天啦。啊，这样是一次做成，中途你可加肥料，可以不加。啊，这个土啊，就这样子把它拉平就好。这样拉平之后啊，刚才拉的沟沟在这里，那上面土就盖起来。那我们种子发芽，根部长出去，下面的肥料它就会吸收到。因为你蔬菜它都有一定的生长期，如果你供应不足的话，这个肥料那就会老化，就会延缓生长。所以说每一种的蔬菜它都有一定的生长期。那目前这个就是菠菜的种子，这个菠菜种子啊，像这个菠菜种子一般有分做圆种跟圆的啦。啊，这个有的是加工过的，啊，这个是圆种的。啊，这个我这一次的沙土就用比较少，啊，播的均匀就可以了啦，不用太多沙土，之前都小用沙土比较多了。那重点还是要播撒的均匀啊。啊，这个菠菜啊，种子和土最重要还是要拌得均匀啊，我们播撒的时候才会比较好散开。啊，另外的就是说，我们一般要种这个菠菜，用种子去播撒，它要经过发芽嘛，因为气候不要太热啊，最好就是说到天气冷下来，也就是九月份过，现在明显的早晚凉，温差比较有分区，就是凉，天气又比较凉下来，我们再来播撒，它发芽比较平均。哦，啊，这个种菠菜也是重点的，就是说它天气冷，生长会比较好，所以说不要急着太早播种了。原则上九月中下旬以后就可以开始了，开始播种。
啊，这样好了哈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直接播种哦。啊，重点就是你这样撒啊，这个种子其实都看得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如果不均匀的地方，你可以再补一下，这种比较好判别啦，因为颜色一看就看得出来。一般种菠菜最好的季节就是在九月中下旬到那个国历的二三月，那时二月那时候还 OK 啦，再上去就开始气候开始暖化了，那时候就比较不适合，因为天气热对我们生长也比较不好啊。如果你天气热，可能要找一些那个比较耐热的下去播种。菠菜种子已经播撒完毕了，按播种下去呀、啊，后面的生长最重要的就是肥水足够，所以说我先开锅，先补充肥料。我们种这个就不能太低啦，因为你菠菜种子播撒下去，那个菠菜的根部它会长比较长。所以说这个不要太浅，是这样子啊。另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肥水就是说你不足够它就会容易老化啊，老化它就长势不好，所以说重要还是肥水这两个要补充啊。最重要就是你像我们旁边周围这个排水一定要让它有办法消化掉啊，不然你像我刚才说，你根部长长，这个相对拉高，你不拉高也可以啦。问你太浅，会容易浸泡，对生长不好。那今天这个菠菜啊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